我还真是跟你没心哦，看人家是跟你亲爷啦，我真是看花小的。那你没上，没上来的。先生，不好意思跟你请教一下啊。您说，您说、我想跟你请教一下，您刚才是不是有指示或者是斜视我呢？哎，是您先指示我的。嗯、我想要请教一下啊。What? 我还真是跟你没心哦，看人家是跟你亲爷啦，我真是看花小的。那你没上，没上来的。龙来，你们这么不要死啊！你搞死，你死啊死啊！我今明仔能上班来的。上到班，你讲的吼，暗时九点呢。没去上班。我来操死了。有有有。先生，不好意思跟你请教一下啊。您说，您说、不好意思，我想跟你请教一下说，说您刚才是不是有指示或者是斜视我呢？哎，是您先指示我的。我想要请教一下，您是在看我衣服小件吗？不知道我是哪里让你不舒服，还是你有什么具体上的想法？我这边是有一个建议，您听看看啊、哦，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两个人来一场这个学术上的肢体交流？您看如何？哎，我这边有个，你听听看好不好？啊，您说，您说。我们应该先回去准备一些道具，再准备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来一场武术上的切磋。那是再好不过啦。那我们就相约明晚九点，我们柳堤公园见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我觉得可以哦。啊，可以是不是？好好好，那我们不见不散喽。OK， 好，多带些伙伴喽。好好好，明天见。好。这个还冰丝，拍个照，拍个照。你要拍个照的啦。有人。这个还冰丝，拍个照，拍个照。你要拍个照的啦。我们都有教了，你在不毕业？哦，我跟你讲，他拍一辈子一招哎。有人。那些在高中被欺负的日常，看来我完蛋了。老麦到。对不起啊！对不起啊！对不起啊！打草打草，走步走步走步。哎，嘿，进攻犯规，进攻犯规。嘿，哎，红哥红哥，压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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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进了，哎哎哎，把你组啊！大家，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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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球场上的各种歌，八九歌。哇，哎，八九歌行为强制犯规。八嘴八嘴，这么冷门的。废话一堆，没在防守的啦。我看你早跟穿啥，你别明早就该等等死啊！哎，你还继续哦。击败。没人手但不会进。你干？没进啊？哎，换你们的啦。哎，换你们投票，一直聊天好不好啊？太小啦。怎么打都不赢。阿哥，我会跑吗？不打，不打。他不会跑，我已经刚送到飞驰线啦。哎，不，不动头，卖做霸主啦。啊。啊。赤膊哥。啊，好恶心啦！啊。哎哎哎哎！把你煮啊！哎呀啊哈！大家。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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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恶心死了，走开啦！哇！哎哎哎！犯规犯规！哎哎，啥人犯规啊？哎。双子哥。他刚才直接拎人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没差没差，让给他，让一下小朋友啊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啊啊！快快啊！
哎，这样更高冷的是什么意思？这，球，这个空档，这里空档。四战哥，帅哥，这我空档啊！来，有劲，阿里 you， 来，哎，宝贝，我在打篮球啊。哎，传球，对，不错。哎，传球，打球啊，超我球。好球，你要是不玩手机哦，这场输定我赢。少巧啦，来绕底，底过了，挡啊，快挡！指挥哥。有没有绕底啊？快点啊！站，来，快！我告诉你啊，刚才那个三角战术有没有？啊，这个时候他就过来，你就过去。讲完了吗？我想带你赢呢，你是什么态度啊？我跟你同一队半个小时了，你一分都没拿，你跟我说战术 ？Over， 哪有 over？ 乱转圈。进球，他进两球，就他两球就占五分，二一加起来是五啦。你外线还两个。乱算比分，乱算歌，妈不跟你玩。你这个人是有病吧？对水哥，你舌头进去撒小啦，你很恶心嘞。你喝水不是这样喝的，汉北哥 ，可以给我一杯水吗？谢谢。你有没有要水干嘛？哦，回去路边要饭了。半神，对不对？打扫。喊饭哥。打扫。我没打。走步。啊，走步。我走两步而已。走步。我走步啊。没有三步。嘿，进攻犯规，喂。火锅。要求。花式哥。今天工作太累啊！旅游哥，工作太累。pass， 哎啊，下雨天手太滑了啦！算，不好意思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再 ，OK， 继续啊 ，OK。暴躁哥，看这有病！失灵，看来是时候解放真正力量的时候。中二哥，果然，以人类的身躯来说，还是太勉强了。来呀、不是很厉害吗？流川枫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最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